早安，哦，吃点心，阿公吃，好不好？你好，阿公吃。哎，会了呢，哈、哦，阿公吃。好棒哎，哦。哦，再一次，阿公吃。哇，也要分家啦，哦，啊，你搞啥呀？哈、啊，你又没有啦。哇，在读书呢。哇，一岁两个月会读书了呢。老马仕途，每天都有进步呢，哦，都有不一样的成长呢。阿公给你写日记呢，哦。你长大就知道，啊、哦！阿公每天看到你成长都很高兴呢，你知吗？哇，每天都有变化呢，啊、哦！你看到阿公有没有高兴？啊、哦，你讲我也不知道哎，哈哈。啊，去拿鞋子。穿一穿，上课去了。鞋子啊，你知无？你讲我也知。我鞋子穿好了，哈、哦，帅哥，上课。啊，上课去了，哦。坐电梯了，要上课了，哈、哦。到车库了，哈、哦。哇。都知道呢，哈、哦，坐车坐车，哦，今天星期五喽，啊、哦，上课去，嗯、哦，成长班喽，加油，啊、哦，啊、哦，到学校喽，啊、哦，会乱跑喽，哦，上课去会乱跑喽。哦，好高兴啊！哦，自由活动啊！你要早安哦，我又来了，我要上课了。现在都不怕了啦，你看呐、啊，哦，你说猴子我来了，我要来上课喽。哦，你说猴子我来上课喽。哦，下课了，哈、哦，好快哟、哦，下课了啦，啊、哦，要做休二日哦。啊、哦，你要小盒子，我做休二日了，18号选手，哈哈。回家了，做休二日了，哈、哦，走。到处乱跑了呢，没有牵着不行呢，你呀、啊。哦，周休二日喽，回家。到家了，下车。哦，到家了，哦。哦，十八号选手，你家住哪里？啊。哦，18号选手。你家住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啊？哎呦呦呦，知道呢，你知道你家住这边呢，哦。哎呦，嘿，好厉害。哇，十八号选手。到了，十八号选手，来，18号选手，慢慢来哦，到家了，哈哈，哇，好厉害呢，怎样一样呢？嗨，好，周休二日喽，好，拜拜。